及香港最大的社团，在半年之内一定要做到天下太平。只是一个剧团的演员，我相信我是下一届的作品。你不会还信他吗？他买凶杀人了。假如我再不死是他杀的，那路人甲死定了。我已经分不清他是不是在演戏。我可是一个警察。反黑路人甲，星期一至四晚上9:10，只在加乐台。